Pete's Coffee 的 Major Dixon's Blend 有折扣，两磅的包装折扣价格11.99，价格非常划算。这个咖啡豆是 Dark Roast， 味道很浓厚。我一般在夏天更喜欢喝 Light 或者是 Medium Roast 的 Coffee， 也就是浅度和中度烘焙的咖啡。浅度和中度烘焙的咖啡也保留了大部分咖啡的抗氧化物质绿原酸 Chlorogenic Acid。绿原酸帮助抗氧化、抗衰老，也能帮助燃烧脂肪、帮助减重。同时，绿原酸还能帮助保护神经元、改善认知功能和情绪调节等等。很多人担心喝咖啡会因为咖啡因的摄入影响睡眠，我也有过这个担心，后来把喝咖啡的时间控制在午饭之前就没有什么影响了。 Pete's Coffee 选的咖啡豆都很不错， Target 和 Whole Foods Market 有更多的选择，包装也比较小。